请掀开经本第四十二面，第四行，三十三天。上一次我们讲前面十个段落代表菩萨十回向位，跟诸位做了一个简单的报告。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说到第八位前塔婆王，那么后面还有两位，一位是月天子，一位是日天子。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以很短的时间把它补充出来。月天子在本经的排列将它排在欲界天，它代表菩萨清凉慈悲，月亮是照夜晚，夜晚呢，就好比是无明生死长夜。那么这个意思，就很明显的说出菩萨在六道众生堕落在无明长夜里面，菩萨以慈悲之心，以真实的智慧来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上首十位德号都显示清凉的意思。经文在总结里面提醒我们，清净心遇到善缘，这才能引发你的慈悲，引发你的智慧，开启自信智慧的能。我们每逢夜晚见到月光啊，要懂得做如是观想。这个观想呢，诸位同修一定都听得很熟悉啊。可是怎么观想呢？这就难了啊，知道的人呢就不多。我们用最普通的话来说，这个观想啊，就是改变观念，这个大家就好懂了。啊，看到月亮啊，就想到菩萨的清凉慈悲，在夜暗里面呢，
照耀这些有情的众生。我们应当效法菩萨，以清凉心，清凉心实在讲就是清净心的慈悲心，帮助世间一切苦难众生。他表这个意思，每一天晚上抬头看到月亮，可不能说低头思故乡啊，那就搞凡夫了。所以李白那个诗，那是十足的凡夫，他不是修道人。修道人看到明月，低头要想行菩萨道啊。如何效法菩萨心啊？广度一切众生，所以这个观念就改变了，这就叫做观想。这个观想力量很大，常作如是观，就是你常常能够把那个念头拉回来，从妄想里头拉回来，这是真正做功夫，这是真正做学问的。孟子明白地告诉我们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是这个意思。平常我们的心很散乱，攀缘外面无欲六尘，学佛之后呢，佛告诉我们，事事物物都是表法的，懂得表法，立刻呢就把观念呢换过来了。同样是一种境缘，一种境界，同样的缘分，为什么给各个众生感触不相同呢？世间人感触也不相同。八月十五的月亮最好啊，有的人看到欢喜，有的人看到悲伤啊，个人感触不一样啊，那些都是世俗染心俗。学佛的人看到这些境界，能够想到佛菩萨在经教里面呢对我们的教诲，教我们接触这些境界之后应该怎样回头，怎样学习佛菩萨，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就是月光菩萨了。月光菩萨不是经上念的，自己变成月光菩萨。常常做这样观想的人，时间久了，他心地自然就清净慈悲。我们学佛最大的难处，真正是所谓一日曝之，十日寒之啊！不但读经文法常常间断，
所以你这个功夫啊就不得了。古德教人，读经闻法随文入观了，随着经文呢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必须要天天改，时时改，这个样子累积三年五载，就收到很好的效果，真的改过来。那么许多同修学佛很多年了，学佛学了几十年了，毛病呢丝毫都没有改得过来。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间断。所以古德教导我们，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我们对佛法所说的怀疑，夹杂，间断，无论是读诵、闻法、修行，都犯了这个毛病啊。佛在大小乘所有经论当中，诸位仔细去观察，几乎每一部经论里面呢都教我们修布施，最普遍的了。我们学会了没有？没有啊。到寺院道场来捐一点钱，那叫布施啊。对布施两个字的用意都不懂啊，他如何能够落实？怎么能改变他的生活？怎么能改变他的思想呢？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过去不晓得，正是佛在《无量寿经》上所讲的，先人无知，这个不能怪他。他没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佛这一句话，意思很深的，说得很重啊。如果我们明白了，我们了解了，要做，做给别人看。要说，要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切众生就能够得真实的利益。菩萨道，佛道从哪里修起？我在学佛，这刚刚开始学佛，我就向张家大师请教。我在方东梅先生那里得到了讯息，知道佛法是智慧。方先生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知道佛门里面有宝啊。我认识佛法还不到一个月，有这个机缘认识张家大师。头一天我就向他请教，我说我知道佛法的好处，方先生给我介绍。
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很快的就能够弃入？张家大师告诉我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我问他从哪里下手？布施两个字。可见的这个布施是佛法里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究竟圆满的果地，还是修布施。佛法没有别的，布施的意思舍己为人。可是这个事情是越舍越多，你舍财，越舍财越多，你舍法，越舍智慧越多。你能够舍己帮助别人，无微不至啊，健康长寿就多多了。千经万论了，佛在一生当中不知道讲过几十万次、几百万次，天天讲啊。为什么收不到好的效果呢？大家对这个话怀疑，表面上是相信的，实际上呢怀疑。为什么呢？善财难舍啊，真正叫你舍的时候，哎呀，这个肉痛了啊，舍不得了，怀疑。对于佛所讲这个殊胜果报啊，很难相信。赚钱好不容易啊，我舍掉了，舍掉钱从哪里来？夹杂，夹杂自己的妄想，夹杂着你周边这些人的直接。那些人劝你不要迷信啊，不要上当啊，不要被人骗了。所以佛法殊胜功德利益了，你得不到，始终得不到。所以我劝诸位同学仔细去观察，你看个人，一个人学，这一个人得福，得无量福了。这个团体学，这个团体兴旺，你细心去观察，有证据在。这个佛法讲所说的三转法轮，示转只是你告诉你，劝转劝勉你，做正转给证据给你看。做生意的，这个做生意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可是菩萨上人呢就不然了。菩萨上人呢，他是以服务社会、服务众生为目的。他经商，以经商这个方法
来修菩萨道啊，来修布施啊。结果他做生意也发财，那个财源不断而来啊，这边来啊，那一边布施，布施去，愈施愈多啊。我们看到个人啊，这还能不相信吗？清净信心，《金刚经》说得很好啊，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清净信心能生智慧，智慧才是真正之宝啊！智慧是什么宝呢？三宝里面的佛宝。法宝，佛宝、法宝都是真实智慧啊！信心不清净呢，自信里面真实智慧生不起来了啊！月光是表全智，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全住全知是利益一切众生的智慧，也就是我们讲处世待人接物的智慧。全巧方便，所以月天子代表第九回向，第九回向叫无缚无着解脱回向，它代表自在啊。富是比喻，比喻不自在，好比你被这个绳索捆绑着一样啊，人被绳索捆绑就不能动弹了。无佛就是没有任何法来系缚你。这个缚通常是代表烦恼，也就是说明你心里面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你就得大自在。一切时一切处心安理得了，身心安稳了。无着，着是着相，与一切境界相能够不着了，那正是《金刚经》上讲的无住身心。无助就是不执着了，生心生的是智慧的心，清净心、慈悲心，生心是帮助一切众生啊。月天子表这个法门，最后一位呀，日天子。太阳，太阳的光强明亮，照得很远，表菩萨智照。所以佛在经上用月亮表全智，用太阳表实智，实智是根本智，照破无明烦恼。那么由此可知，根本智
是自受用啊，厚德智是他受用啊，用月亮代表厚德智，代表他受用，所以我们处世待人接物要慈悲啊，要以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来处世待人接物。对自己呢，要用真实智慧。真实智慧是一念不生啊，没有妄念的，这才叫真正叫自受用。般若经上讲的般若无知，自受用就是无知啊，无知无念，一切皆无。你说那个心多清净啊？六祖慧能所讲的本来无一物啊，到本来无一物的时候，你的自信现前，这是自受用，真实智慧啊！真实智慧呀，叫照，照见了。《心经》上告诉我们，观世音菩萨。观自在就是观世音菩萨，他住真实慧呀！啊，《无量寿经》上讲真实慧，啊，他住真实慧，《心经》上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就是无量寿经上讲的住真实慧。他自在啊，他照见五蕴皆空，这是自受用啊，这不是他受用啊，自受用。照见五蕴皆空啊，就是万法皆空，心地清净到基础，平等到基础，智觉也达到基础，一个妄念都不生啊，这叫成佛。这叫做正果。在这个境界里面，就有能力随类化身，随机说法了。众生有感，他就应，应是全知。就是显示出来的是慈悲喜舍全智啊，利益众生啊。这个意思很深，希望同学们细心去体会。今天上午有同学问我，佛经里面讲的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是什么意思？古大德解释这个三身，我们看他的注解，越看越麻烦，越看越不懂。
看了几十年还没搞清楚。我用最简单的方法给他说明，三生就是一生。佛有化身、报身、应化身，我们也有化身、报身、应化身，在哪里呢？就这个身体。一体三身啊。我们这个身从哪里来的呢？从化身变现出来的。化身是什么？化身是根本质。化身是理体，它是理，它不是事啊。报身应身是事，事从哪里起来的呢？从理起来的，它有个道理。所以化身是理，化身是体，它不是相。这相从哪里？像从体里面变现出来，哲学里面所说的宇宙万有本体，本体是化身，化身是一不是二。佛在经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化身，这就说明我们跟佛的化身相同啊。因为每一个众生都是未来佛，他讲三世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共同一法身。我们的理体相同啊，从法身变现出报身，诸佛如来的报身，包括华严经上讲的四十一位化身大士的报身，智慧之身啊，智慧成就的有生无灭啊，化身是不生不灭，无始无终。报身是有始无终，有生无灭。我们这个身呢，也是报身。什么报身呢？业报身呐。不是智慧报身呐，业报身呐。业报身呢，这个报身有生有灭，有始有终。它也是报身。怎么说报身呢？你自己生活里面的感受就是报嘛。你过去生中修善，你生活得很快乐啊，那个快乐是果报啊，是你享受的啊。你自己所享受的那是报身啊，过去造的很多恶，现在感受很难过，那也是报身啊，也是你的果报现前。所以从自己生活受用上来说，我们这个身是报身，业报之身。我们以这个身帮助别人，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劳力去帮助别人，那叫应化身啊，应身啊。我这个说法呢，大家就好懂。所以每一个众生呢都有三身啊。
但是佛的三身跟我们不一样，佛已经是转烦恼成菩提，转生死成涅槃，所以他的报身有始无终，有生无灭。但是佛的应身呢，有生有灭，有始有终。像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降生在印度，示现八相成道，那是应身，有始有终，有生有灭。这正是佛法里面讲尘缘再来的，我们是尘业力来受果报的，没法子，他们是尘缘再来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示现什么样的身相。应该用什么方法帮助众生，他就示现什么样的方式。所以诸位要晓得，诸佛菩萨在我们这个世间示现跟我们人没有两样啊！他们今天还提了个问题，有很多人问，每个人都学佛了，每个人都成佛成菩萨了，这个世间还有谁做工啊？人人都做佛做菩萨了，这家里还有谁烧饭呢？那这个社会不就整个就完了吗？说这样话的人，对什么叫佛菩萨不懂啊？以为做佛做菩萨就像寺庙里供的像，一个个端端坐在那动也不动。他的想法大概就是如此了，那样的佛菩萨太可怕了，我们决定不能做。佛菩萨是人呐，你明白之后啊，那个个个人成佛成菩萨，烧饭是谁呀？佛菩萨在烧饭。做工的是谁呀？佛菩萨在做工。华藏世界、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这个情形啊。他们的活动非常频繁啊，全是诸佛菩萨。在我们这个世间，偶尔也有实现的。过去，过前寺，厨房里面烧火的寒山师德、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在厨房里打杂了，风干阿弥陀佛化身来的，在对房里头推磨啊，他不知道那些人是佛菩萨。你们又怎么会晓得？我们这个道场天天给你端茶，天天给你盛饭的，天天照顾你的，诸佛如来菩萨化身在其中啊！你还嫌弃他，还讨厌他？确实有佛菩萨在此地照顾大众啊，要不然道场哪有这么庄严，哪有这么殊胜啊？让你感觉到这个道场有佛菩萨在里面应化，你的恭敬心才能生得起来啊。
不可以小看了，恐怕他是菩萨再来的，不要得罪了，多修一点福啊。这些都是事实真相，所以佛菩萨活活泼泼应化在世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你仔细观察，他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他不自私，他为人，他能够舍己为人。这个人决定是佛菩萨再来，决定不是一个平常人，平常人做不到啊！平常人哪一个人不自私自利啊？哪一个人不贪图享受啊？佛菩萨有智慧，有能力，有财富，有地位，过的是最清苦的生活。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他不是凡人，凡人决定做不到啊。凡人有钱一定要贪图享受啊。在美国非常明显，他一个月赚2000块钱的，他住的那个区大概收大家收入都差不多。如果他薪水提高了，一个月赚3000块钱了，他赶快要搬家。要搬到3000块钱那个区里去住，表示他的身份高了。凡夫啊。一个月赚3000块钱还住在2000块钱身份的呢，他的生活会过得更好啊，更舒服啊。他不肯。他要往上去爬。爬得好辛苦啊。负债累累啊。那么这些人一生当中没有闻到佛法，不知道怎样过幸福美满的生活，这很可怜的。所以这个日月在此地代表的实质全知，我们以实质自理，以全智利益一切众生。那么日天子是代表第十回向，第十回向是入法界无尽回向，用日天子来表法好啊。光明遍照啊，你才能入得了法界。日天子我们现在明了，太阳是个火球啊，燃烧自己照耀别人，这是我们讲的牺牲奉献。所以用它来表入法界无尽回向，这个意思很深很深。那么这一大段经文，从阿修罗王到日天子，表十回向。诸位要知道，十就是一，一就是十。初回向位就已经具足
后面的九种回向。啊，七种。任何一种都居住其余九种。这才叫圆满。圆满才是真实。啊，我们凡夫修行之所以那么艰难，啊，很难契入境界，就不懂得圆修圆证，不懂这个。啊，爬楼梯，一阶一阶往上爬，爬得很辛苦啊！叫渐修啊。圆顿根性的人，好比坐电梯，从上面一直下面一直上来了，当中每一个阶层都没有漏掉啊，圆满去做。啊，这是我们不得已用这个比喻来说。其实比喻没有办法比喻得恰到好处。啊，一定要自己细心去体会。华严经上，任何一位具足一切位。啊，所以真的是圆悟。圆修圆证，圆证就是圆满的生活。这怎么不自在？这是过的真正诸佛菩萨的生活，大圆满的生活。我们要细心的在华严经里面学习。这个大圆满是永恒。你得到之后，一得永得，生生世世享用无穷无尽。社会下呢，就跟诸位介绍到此地。下面经文42念第四行。33天。那么从这一段开始，一直到大自在天王，这里面也有10段，一共是10大天王，佛用他们来代表十地菩萨。利益众生的因果理事啊，这道理啊，跟这些思想。33天王代表初地欢喜地，请看经文。佛有无量33天王，所谓释迦因陀罗天王、普称满音天王、慈母宝吉天王、宝光床明称天王、化身喜耀吉天王、可爱耀正念天王、须弥圣音天王、成就念天王、可爱要净化光天王、智日眼天王、自在光明能觉悟天王，如是等二位上首，其数无量，借请发起
一切世间广大职业。那么这是第一段。33篇，这个里面的故事我们就不必说了啊，诸位要晓得33天怎么来由。佛学字典上有，这个法院诸林里头有，经律意象里头也有啊，还有许多古今大德注解里面都注得很详细。但是在此地必须说明，33天是一层，不是33层。有很多人误会，认为佛家讲天呢只讲33，那是外行，完全不懂佛法。佛家讲天呢，一共有28层，28层天，欲界6层。色界18层，无色界4层，总共啊28层天。28层天就是一个大千世界，一尊佛的教化区。那么33天是第二层，第一层呢是4王天，第二层呢是忉利天。忉利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就叫33。这33呢，梵文叫忉利，这忉利天就33天。在此地说无量33天，这一句话我们要懂得它的意思。绝对不是说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都有这个33天的名称那我们就搞错了。33天欲界第二层天那是一切诸佛刹土都有欲界6层天，这是第二层天。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第二层天叫它做33天呢？这里得有个特别的缘故我们也得略略的说说。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个诸位必须要懂得，是现在我们讲现任忉利天主那个忉利天主常常换的不是他做到底的，他做完了别人要来做的这个诸位要晓得现任的这个欲界第二天主佛讲过去因中发心修塔，这个福报很大。一个人发起，当然这个塔花费很多，不是一个人力量能够促成的。如果他一个人有力量，把它造成了，那他就不叫忉利天王了，可能有别的名号了，就不知道了。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发起，另外有32个人帮助，就33个人共同把这个佛塔了建起来了。果报呢，就升到欲界第二层天，就做天王。那么发起的人
就是帝释天王，我们中国人称玉皇大帝。他住在这个第二层天的中心。那么他的四面每一方啊，还有八个天王，那是帮助他，帮助他造他的。四面就32，连他自己，这总共33位天王，相当我们一个国家，这个领头的人、发起的人，他做总统。国报啊，好像是他做总统，帮助他呢，成就这个功德的呢，都做了省长了，这个国家呢还有32个省，那些人都做省长了，省长是小的天王，就有这么个意思在。所以，有能力独自修福的，福大了。那佛太大了，但是那个真正的佛体你要认识清楚。很多人看了佛经，哦，见他见寺有这么大的好处，拼命去见。见了将来有没有这个果报呢？不见得。为什么呢？他只学这个表面的模式，他不知道其中的内容。外面外表学得很像，里面完全不是。你想建一个塔寺，李炳老过去常说啊，大家在发心筹建的时候，募捐呢，个个都是菩萨了，热心呐，劝募啊，建好之后啊，都变成罗刹了。争权夺利啊，就是这个场是什么道场呢？斗争道场啊，那还不如不见呢、不见没有过时，见了之后啊，找这么多人天天在斗争，天天在毁谤三宝、侮辱三宝、造作阿鼻地狱的罪业。所以建立道场塔寺，我们清楚了，明白。应该怎么做呢？先有修道之人，然后再为他建道场啊。没有人，你建那个场干什么？建得越大，越容易引起人的贪心，引起人的嫉妒心，引起人斗争。你不叫造罪业，你发心建个大寺庙富丽堂皇干什么？你是戒引大家入地狱啊，那地狱门啊，进去都下地狱去了。干这种事情不怀好意啊。所以我们看中国自古以来，你看中国大陆这个寺院丛林的建立，你看看他们的山志，他们的历史，最初都是一两个修行人，修行得很好，受到大众的尊敬敬仰，以后跟他学的人慢慢多起来了，小茅棚逐渐扩充，人数再多了，再建个殿，建个大殿，建几间疗房，这样建成功的。没有说先建好的时候是等人来啊，哪有这种道理啊？这是我们要认清楚的。我在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我一生不主张建道场。
我没有发这个劝人呢，发心呢，在道场上出一片瓦，出一个什么柱子没有？我劝人印经，我劝人放生，我劝人呢救济病苦，我不劝人发心建道场，因为我看到很多道场都不如法。如法的当然有，少数我没见过。所以我自己一生没有道场。我行布施虽没有道场啊，我住得很自在啊。我生活得很自在啊。这就说明了一个人修布施啊，一个人决定的福报。福从哪里来，不要去想它，自然就来了。决定呢动不着，也决定啊握不着。我们深深相信因果报应。所以这是33位功德主完成这一桩善事得的这个果报啊。那么我们知道他所建立的这个塔寺一定是有高僧大德主持，在这个地方弘法利僧，他得的是真实功德，真实的果报。那么这是现任的这一任的玉皇大帝，在中国人讲玉皇大帝是这么个因缘。那到下一任的呢，不一定也是这个因缘，哪有那么巧啊？又有32个人去修他吧？不见得。佛在经上讲现任啊，现前这个欲界第二层天竺啊，是这么个因缘。我们晓得就行了。那么说无量33天，33天代表欲界第二层天，设方诸佛刹土都有三界六道。那么换句话说，都有欲界，都有色界，也都有无色界。这是表这个意思。下面举出舍卫上首，名号也是表法，地舍天王。佛在经上告诉我，他是以十善业道教化众生，所以世间人能够修十善业道，修得很好，上品十善，死了以后都生塔利天。这是世间修善的人呢将来生出，福报很大。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塔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他的寿命呢1000岁。你去想那个寿命多长啊？所以塔利天人看我们这个世间人可怜啊，寿命不到1天的就了，真的是朝生暮死，就他们看到很感叹呐。我们认为呀，哦，已经很长命了，100岁了，人家看1天呢。
他们修十善业道。那么佛说，上品十善业道升天，中品十善业道得人间的福报，下品十善业道大概都到堕到阿修罗道，所以阿修罗也很有福报。第一尊释迦因陀罗天王，释迦是印度话，这个因陀罗也是印度话。释迦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能忍、仁慈啊，所以我们的本师的号叫释迦牟尼。可见的这个天主啊很仁慈，他能够人民爱物啊。因陀罗也是梵语，意思就是主啊。如果是用释迦因陀罗直接翻成中国意思，就是天主啊，能天主。是释迦翻作能，能主。刚才说过了，他是以十善业道教化众生，把他列在第一位，意思就是教我们要修十善，要持五戒，五戒十善是修学的大根大本。戒跟善在形式上差不多，实质上呢不同。实质上不同。五戒里面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十善前面生三善完全相同。五戒里面的不妄语，十善里面呢说得更详细。把这个不妄语这一条啊展开为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而五戒里面有个不饮酒，十善里头没有。十善后面呢是无贪、不贪、不嗔、不痴。所以十善呢是善因，善因必定得善果。而五戒不一样，五戒是出世间的善。为什么呢？他希求的果报不一样。修十善呢是希望得善果啊。修五戒的人不是希望得善果。希望得什么？得定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所以他是出世间的善。五戒是出世间的，十善呢不出世间。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那么换一句话说，戒心呢还是我们一念的心，一念祈求人天果报，这就是善。五戒也变成世间善法。如果一念呢不祈求人天福报，祈求超越世间了生死出三界，那个十善也变成五戒了。无量寿经上讲得好啊，你看33品到37品，里面所说的内容
把无界十善融合成一体，如果能遵照佛教诲去修学，发愿求生净土，你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啊！这是我们要明了、要记住的。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如果不求生净土，可以说他没有成就啊。生到忉利天不算成就啊。忉利天的寿命很有限的，我们看起来很长，好像值得非常羡慕，实际上就是像我们看水面上那个小虫啊，在水上游来游去，我们叫浮游啊。人可以活上几十年呢，那个浮游的寿命几个小时，正如同忉利天看我们人间一样，我们人看浮游就跟忉利天看我们人一样。你说有什么意思？我们看这个小虫朝生暮死，寿命那么短，忉利天人看我们就跟那小虫一样，可是化落天他化自在天看忉利天人呢，那个寿命也就我们看浮游一样，不能比呀，一比就晓得不行了。六道里面寿命最长的是无色界天非相非非相天，佛告诉我们寿命80,000大劫，这最长的了。80,000大劫要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人来比一比，那个西方世界下下品往生的人看到非想非非想天人呢，也是朝生暮死啊。所以必须要知道啊，三界六道里面只有苦没有乐，全是假的，全是一场空啊。佛教给我们是真实的，一定要去决定求生净土，这是一生成就啊，真实的大圆满。如果我们要在一生当中真正成就，一定要依照《无量寿经》的教诲去修学。经上讲的殊胜功德利益，我们决定得到啊，没有丝毫怀疑。我过去教人念《了凡四训》，天天念，决定不间断，念300遍。为什么呢？他有印象。他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会想到，这个书本里头怎么教我的？他起作用了，不是熟透啊，起不了作用。今天我们要替阿弥陀佛工作，要替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工作，要替
一切众生来工作，特别是一切众生当中祈求这一生往生不退之人来工作。你要懂得护法，所以学佛呢，要知道密集的熏修。学教我们提倡一门深入，深入你才能开解，你开悟啊，你才能得受用。无界十善这么重要，为什么不能做到？念得太少了。所以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揭露出来作为晚课，用意在此地，每一天念一遍。无量寿经太长，怕大家没有时间去读诵，揭露两段，将这个四十八愿作为早课，32品到37品，这是一个大段落，作为晚课。全经这两部分最重要了，早课劝你发愿，晚课劝你忏悔，反省忏悔，持戒念佛，我们才有救啊。我们编扩诵本呢，是依据这个理念来编。诸位要认真做，决定会有效果。早课就是发愿，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晚课与阿弥陀佛同德同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扩诵本的编制完全是根据我们这个时代现前大众所犯毛病来定的，决定不是不尊重古人呢。古人编的这些扩诵本在那一个时代有利益，治那个时代众生毛病。现在我们这个时代众生病比那个时代严重啊！那一副药拿到今天来已经不灵了，收不到效果了，所以那个药方里头不能不换几味啊，不能不加强啊，道理在此地。有许多人找麻烦，说我不尊重古来祖师大德，自己要编一套东西，他们不了解事实真相。我编的扩诵本也没有是劝他修啊，没有啊，我编的扩诵本是我自己用的，我没有劝别人。大概有一些人跟我的毛病差不多，看到我这个扩诵本生欢喜心，我们毛病相同啊，用这个方法还有效啊。古时候那个扩诵本我们的确不起作用。早晨楞严咒、大悲十小咒念完之后什么也不知道，
啊，念得再如法，也是落在无明里头。清凉大师讲，有心无解，增长无明。啊，就是我们天天何必去增长无明呢？从前人行，现在人不行。啊，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无戒十善在十地菩萨初地第一句就提起来了，释迦因陀罗天王啊，这是我们修行的基础啊。能奉行无戒十善的人欢喜，法喜充满，他的前途一片光明，他代表欢喜地。那么这岂不叫善因得善果吗？我们如果真正能学到常生欢喜心，就一定要认真奉行无戒十善，你就能常生欢喜心。第二种，普称满音天王，称是称述，是宣扬，普是普遍啊。满是圆满的，圆满之音，称扬什么呢？就在这一个小会小段里面来讲，称扬无戒十善。有没有人这样做呢？有，印光大师就是这样做法。印祖当年在世，可以说是尽毕生的精力，劝世间人断恶修善。他老人家一生所奉行的、教化众生的16个字啊，顿伦敬奋，贤学存诚啊，他做到了啊。顿伦怎么讲法呢？爱护同类，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我们得的是人生。第一个，我们要爱护一切人。人是动物一类的，人也是动物一类的，那么这个爱心要扩大，爱护一切动物。动物这属于生物一类的，再扩大，爱护一切生物啊。顿目伦常啊，把你的爱心从自己，从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扩充到邻里乡党，扩充到国家社会，扩充到整个世界，让自己生活在爱心之中，这是顿伦。
佛法常讲啊，护念、关怀、爱护。让我们生活在这个里面，那你就是诸佛菩萨，这个才叫大慈大悲，尽分，尽自己本分，应该尽的义务，一定要做到。知道我在这个社会上是什么样身份，是什么样一个地位，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要做好啊！决定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一切众生。无论你在哪一个工作岗位，都要认定我是义工啊！忉利天主也是义工啊，也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他的职务是天王，天王的职责君亲师，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做一切众生的君亲师，君领导人，亲父母啊，老师啊，父母要养育他了，老师要教导他了，君王要领导他了，这是他的职责，要尽到他的本分了。那么我们今天发心出家了，出家人扮演的什么样角色，什么样身份，是一个义务社会教育的工作者，我们一定要把社会教育工作做好。这个教育不是一般教育，佛陀教育。佛陀是什么意思啊？大觉、大智，这是大智大觉的教育。那么换一句话说，一定要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每一个接受佛教育的人都变成大智大觉，这个教育才成功啊。不是教人迷信的。现在人听到佛教就是迷信，这个是误会，是错。佛教是智慧的教育，所以佛教教学的目的是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以这个为目标的，然后才晓得尽分，尽分要把五戒十善做出来给人看啊，不但要称熟，还要做出来给人看。只是称熟而做不到，别人也很难相信。
自己一定要做到。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上首菩萨一共有100位，所以这个第一位呀，我们把它的意思缩小来说，约束在五戒十善上。如果要是展开，那就是整个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才是止于至善。如果就净宗法门里面来讲，这两位天王合起来持戒念佛，释迦因陀罗王持戒，普陈蛮音天王念佛，持戒念佛决定往生不退成佛，记着普称满印第三尊慈母宝积天王，这个名号里面意思很清楚，教给我们以慈言示众生。宝积是什么呢？慈悲是真正的宝啊！慈悲能够化解一切的灾殃啊！因为一切的灾难殃救都是贪嗔痴慢累积的结果，慈悲能够化解。所以佛法提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方便就是全智，那么然后你才晓得慈悲是实智啊，真实智慧啊。慈悲用种种方式表达在外面，那就是全智，那就是方便。从真实爱心里面流露出来的，这叫宝积。积前面讲的很多，跟床的意思一样，高险。让社会大众听到了、见到了，都能够明了，这就是宝积意思。第四位，宝光床明称天王。佛法里面讲的宝，通常讲三宝啊。三宝是什么呢？觉、正、净，这个叫三宝啊。正觉，一切通达明了，
这是报啊。正知正见，你的思想见解跟诸佛如来一样啊。我们初学的人要随顺如来，不能够随顺众生啊。随顺众生错了，要随顺如来。随顺如来这一句话很空洞，无法落实。所以我们不得不把这个标准呢再降低。我们随顺无量寿经，这就容易多了。我们真能够找到一个依靠啊！随顺无量寿经所讲的道理，随顺无量寿经讲的方法，随顺无量寿经讲的境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就能够获得幸福美满，这一生过得很自在啊，来生决定往生不退成佛。这个是究竟的大圆满，这是宝啊！可见的这个地方讲的宝，是自己的自信，不是从外面来的。有许多对佛法排斥的人，我们遇到了，怎样帮助他？自己要懂得。你可以问他，不信佛不要紧，你相不相信你自己？他一定很自负嘛，我相信自己。佛是什么？你晓不晓得？佛就是自己啊。佛是自己的真心，佛是自己的本性。不信佛，不相信自己有真心，不相信自己有本性。这跟你讲真话了。佛不是心自心之外还有个什么人呢？不是的呀。佛法称内学，不在外面的，外面学不到啊。信佛就是信自己。你看看欧耶大师讲信愿行三字两，他说信，他说了六个，第一个信自己。人要没有自信心，在这个世间无论修学什么法都修不成功，自己不相信自己能成就，他怎么会能成就？那个做小偷也相信自己今天一定可以偷到东西，他才能偷到啊。他如果不相信的话，他也偷不到啊。那恶事尚且如此，何况善事？信心排在第一了。学佛的人没有别的，就是要信自己。
啊，自己性德里面有无量的智慧，无尽的宝藏，啊，无量的德能，你首先在这个地方建立信心，然后再想办法开发自信宝藏啊，你才得受用啊。啊，如何开发？那得要问过来人。诸佛菩萨是过来人，啊，他们已经开发了。我们向他请教，他用些什么方法？我们可以模仿，可以参考，以他为借鉴，啊，帮助我们开发自信宝藏啊。光是代表智慧，床是代表显著明显，那么这个就是自信的觉真境，放光了。后头名称两个字太好了，名称就是宝光床的总体，就是自信的德号。这个德号是什么？诸佛如来的名号。就是自信的德号啊。诸菩萨的德号。就是修行的方法。菩萨表因地。如来表果地，修因才能够证果，而诸佛如来的总号就是阿弥陀佛。我们怎么知道？世尊在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世尊是代表一切诸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的，所以世尊这个赞叹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对阿弥陀佛的总赞，八个字。所以我们才晓得阿弥陀佛的名号是自信的总名称，总名啊。念这个名号等于说全部你都念到了，自信智慧德能一丝毫都没有漏掉啊，圆圆满满在这个名号之中啊。称名功德不可思议啊，这在无量寿经都跟诸位详细说明过。阿弥陀佛就用名号这个方法普度虚空法界一切有情众生，而这个方法无比的奇妙，
获得一切诸佛共同的赞叹。这不是一尊佛赞叹了，一切诸佛都赞叹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太妙了，太殊胜了，太稀有了。我们今天很幸运，明了这个道理，接受这个方法，能不能成就，看我们是不是依教修行。如果依教修行，决定成就，毫无疑惑。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